一个青花的盖罐，通高有21公分，画的是松竹梅，晚明的。万历以后，竹树口径有8公分，那这个晚明很多器皿啊、罐啊、瓶啊，这个榫口都是涂上的那个青料的，啊，一串青料，你看到里面吧，有接缝，里面有接缝，松竹梅飞鸟。这不是乌鸦还是什么？喜鹊、松树、或者很苍劲有力，梅树、梅花、凝脂，是晚明。万历以后，万历松竹梅，这个竹树画的也可以啊，飞鸟。景帝开光，或者是三国果子图，底下是兔子款，鸾章鸾就，这盖。这个青料都有点这青料都是比较发蓝，没有发紫。如果回青就发紫，完腻了。兔子款，兔子都有好几种形式。这个底足是11公分，里面都有接口，一般是2节、3节都有3节的人，你看到有接口，在灯光下这个料就有点发紫，这是万历的。松竹梅，